依信徒的要求啊，尊龙要来要敬吼，所以伫这个建庙385周年吼，伫九新国历9月14，农历8月16，要来这个举办这个要敬，啊，这个有邀功来参加这个战敬的，总共有30名吼，九番的人数，算讲有少，大家真踊跃啦，因为咱这父母班。一般大家拢较踊跃要来参加吼，啊，这个咱要紧的范围是这个九流里、中北里、顺天里、永靖里、五冈里，拄啊这个五里吼，啊，佮再来就是这个大陆祖庙要来顺台一个月，咱户口排伫这个10月31，吼，迄日就咱户口住家一天尔，吼，因为是。是这个专台30日，啊，就阮遐排着咱户口吼，这个是嘛是一个盛大的这个要件活动，这个嘛是要件叫这个路线呢，吼，啊，以上吼，这当时是咱伫这个福建省吼，这个西山洪都乡的这个祖先，为着要摸。这个因遐建筑算讲有较困难，生活较歹，所以要离乡背井，要来讨生吼，所以拢是这个炸一个保佑神，带神父兵，所以真无简单渡海吼、哦、来这个台湾，来这个到咱土库遮来定居吼、哦，啊嘛真侪人渡海去饲鱼啊嘛真侪吼，伊、哦、这稍微较幸运，爱当来到土库。因为这个福建省，即马阮有过，迄、那个拢石头啊，要种植，吼、哦、要布田种土豆，真无容易。所以来到台湾，伊感觉这开阔，吼、哦，无生活靠了。伊这个是建庙385周年，但是伊渡海来台湾，迄算起来面积，吼、哦，迄个较久啊，吼、哦，迄可能照迄历史的记载。600几人，吼、哦，这个尊王，讲这尊王个，啊，这个当时以我的想象，因为一切来是要做本身的保护神，但是较早这个医学也无进步，地理先嘛无遮普遍，所以这个要来这个哦，身体迄、那个身体无好势，嘛要来请教这个神明。要来看风水地理嘛，要请教这神明；要嫁娶看的嘛，要来请教这神明。这个请神主这个人嘛，无暗道，道道就人问，问了讲这尊龙，哎，有连到一段时间，才大家共同讲啊，这大家起庙吼，变做安尼。啊，这当时起庙是咱这个庙是向西，为了起庙的。对故乡的一个的纪念，所以这个庙看为西，看为故乡遐去。了后要过来修建，因为土库较早是这个森林的地理中心，这个正路个，所以讲这过后伫这个中山路这条，这个出去人真济，所以讲了后，即马要过去庙，才向东，才坐过来向东这边，哦，这就。